こんにちは。 我爸爸是日本人，阿爸是我，一段时间我出世了，就拢中国人。奇怪吼，爸爸日本人，妈妈嘛日本人，啊生来的囡仔变中国人，真趣味吼。但即摆已经袂好啊，因为我有签台湾身份证。今仔来讲即个台湾民政府吼，相信拄我接触着台湾政府的人吼，拢对台湾民政府吼。 有一挂，有诶会怀疑吼，啊，当然怀疑，正常伊无了解。啊，拄啊，恁对昨昏有人上过高级班无？若有请举手一下无？哦，一个注意下吼。对昨昏上过今仔日吼，特别是安尼，敢有可有足了解的政府？欢迎来互动电话诶。 无讲真了解吼，但是有诶是足坚定上，即绝对百分之百真诶，啊未来也可咧找问题吼。欢迎吼，啊咱今仔吼，其实即节课吼，介轻松吼，干那咧会看一个故事啦，吼，较无啥讲诶法律，自从到即摆吼，一直有听即个法律着无？ 啊，但是你诶，常常吼，吸收遮侪法律吼，要吸收到完吼，我是讲也无简单吼。啊，其实法律吼，讲简单嘛，真简单啦。大概用一个逻辑吼，逻辑了，你啊记，加用逻辑先，先了解逻辑了，就较好了解吼。啊，今日讲即个就是讲，即个台湾政府诶由来啦吼。咱讲伫1945年吼，1945年。 诶，即应该拢，我即摆咧讲，即台语你拢听有啦吼，啊，有无？我想我台讲台语，安尼拢听有啦吼。即有可能后摆变成咱诶国语咯。哦，即个1945年8月7日，迄天吼，下昼时11:02，美国啊，等头一粒。 原子弹一关头了无，啊三江后等对你了，毋知会去困倒啊。但是咧，伫1959年8月7日，刚刚8月7日，迄天台湾啊出现一个无共款的囡仔，诶，啊只囡仔吼头大大啊真巧，大物件吼足大只，所以吼伊出社会了，伊就去办补习班，啊嘛走去中国办学校。 成都办学校办了真成功，就是咱今仔日讲的这个林志升博士吼，伊去四川办学校嘞，办了真成功，真赚钱。但是毕竟是一个大学，伊去中国办学校嘞，有赚着钱，啊，中国学堂吼，就甲强下你啦，啊，提钱。但伊是讲啊，出外人钱，买解决嘞，好个钱，我人啊无，就人生地不熟，就办错在外吼。 但是中国的病毒咧，照常是讲，哎，这学校袂歹，这吼、哦、佫大伤，这足好欺负的，所以吼、哦，收真办啊，要甲伊经学校吃起来，所以就乌白甲编侪名，甲罗斯做人家来关，啊，当然是关偌久就办，啊，放偌久又爱来关，来来去去几落摆，有一天咧，林志升博士伊发觉讲情形不对，这若无走吼。 四名绝对无去，所以咧，以前想办法绕跑，偷渡吼，3000公里啊，对四川哦，一直走来到遐边啊，哎，要等到台湾边啊，等啊，偷走的吼，伫遐请渔船啊，请遐偷渡渔船吼，啊，偷渡渔船就甲载，甲载到金门的海边啊，差不多。 300-400公尺的所在，迄时阵咱头家就甲赶落去，吼、哦，啊讲吼、哦，你聊了，我就咧切切，结果到这到差不多到现场，我爱就慢慢聊聊聊，聊到海边啊，你若像伊即，导航即3000公里吼、哦，6-7天内底吼，食无好，困无好，佫聊海水，啊海底吼、哦，海水咧行无好聊吼，无好行，啊如。
行到海边哦，浪沙愈多，啊，所以一步一步足吃力嘞。所以精疲力尽，行到足忝。当一直行行钓来钓海水，钓来到海边的时阵哦，海边有足多迄个气体啊，向外海迄种气体啊吼，大家知查甫人把这金门码头做个片面拢知吼，伊有这个反登陆嘞，迄个是要挡阿强的船啊，真正无阿例外吼，反登陆嘞，啊伊就足忝，啊就伫遐骗伊气体啊。啊，伊个手机啊，第二天感觉，哎，我甲讲手机啊吼有信号啊，以前举手机啊在拍，拍伊台湾的好朋友，甲讲吼，我即摆吼，伫遮应该是金门吼，但是，毋是伊一开始讲讲我伫遮，对我无真了解吼，有可能是金门，伊叫一支一支个手机啊，啊，迄个好朋友甲讲吼，即了是金门问题，伊甲讲迄个。伊个状况嘛吼，头前小组啊后壁吼有足个点的吼，应该是厦门。所以啊，伊个好朋友甲讲吼，你莫去行，你若经过这铁皮啊过了后个，后壁规片拢有咧地雷区个。地雷区查甫应该较会知吼，啊，即个女性朋友可能地雷吼看袂着个，伊砍掉个，啊，人啊咱就无拄啊掉了，放开啊，叫伊个。伊讲后壁拢是地雷区，你莫去行，遮应该金门问题，我叫金门个。派出所去来找，去来救，叫伊就伫遐等，等到当然淹死嘛吼，淹死即个当拖住吼，日头落山了后即个当拖住，等真久，等到哪无来，结果海水一直涨起来，要安怎？海水若涨起来淹死啊，伊阁无力啊。啊，头前过就是迄个地雷区啊，伊嘛是伫遐等，等到拢无来，伊上一声包死个。好不容易走3000公里哦，来到已经来到福建海边啊，伊要转来台湾啊。结果嘞，伊伫遐连当天就抓，伊讲哦，我若无死伫金门啊，若我转台湾啊，我下半世人一定要对台湾人拍拼。当伊就抓了外母，哎，警察来啊，找到伊啊，甲救伊。啊，当然伊脚底擦到穿伤啊，哦，转车甲聊聊聊，还去擦到脚底。诶，海边哦，有足侪蚵仔壳、蜊壳迄种的吼，有足侪物件，壳啊在上，所以派出所甲抓去派出所了后，甲过油啊，哦，啊，当然过两天，应该过两天就转来台湾啦。伊转来台湾了后，伊就开始去研究这个国际法、万国公法啦，佮有这个世界战争法。读完了后，伊才了解讲，原来台湾的地位啊，台湾唯一的出路就是伫遮。所以咧，伊想办法要来进行这件代志咧。以前伫咧2006年，带领台湾228人，228个啊，去控告美国总统，控告美国总统、美国国会。为什么听讲要带228人诶？大家知吼？咱台湾伫1947年啊，发生一件228的惨案。228足侪人听过，但是。大部分人都不知道，哦，因为国民党他刻意要隐瞒事实，我要来知真相。大家开始我知尔，包括囡仔嘛知啊。囡仔唔是你来问伊个囡仔讲，恁知啊228哦？我知道啊，228可以放假一天。囡仔绝对拢知，伊唔知啥物代志吼。你若想啊，伫2006年吼，10月底过美国，经过无几个月后。2007年年初，美国就送来一支旗啊，这旗啊吼，外口是红色的，红色的代表日本国旗。那包伫日本国旗内底有台湾甲澎湖的无？美国人要甲你讲，台湾甲澎湖这个土地属是日本天皇的，不是日本国家，不是日本政府吼，是属日本天皇的。那台湾交阮这粒大粒星的。代表美国军事政府，美国军事政府就是这个吼，第二个是 USMG，US 代表美国吼 ，M 代表军吼，军的吼 ，G 代表政府，美国军事政府，因为大家知伫1945年啊，是美国打赢日本国家，当初是台湾澎湖甲日本是同一个国家，迄阵的国号叫做大日本帝国，所以我的是大人吼。伊是日本人，无着日本国家个人啊，哦，
那外国这六个钱呢，代表台湾规划六个州。日本时代吼，台湾啊，差不多是安尼，迄阵应该是五个州的，啊三个厅吼，花莲厅、台东厅、甲平湖厅来讲吼。所以美国人吼，这个鱼啊，早就传遍遍咧等人。伊知影台湾人吼有一间一定清醒，你若想咱台湾较高，2000万元年底较高。无几个月，伊就送阿只鱼仔，表示伊早传遍遍咧等人，知影台湾人有一间一定会清醒，吼、哦，美国真清楚了吼、哦，所以才会送阿只鱼仔。啊，这个就是要甲咱讲吼，台湾的地位咧，属是日属美占，吼、哦，平湖台湾属日本天皇土地，那属美国占领，吼、哦，日属美占。啊，过两年咧，逐年拢有咧进展吼，2008年2月12日。正式成立台湾民政府，吼、哦，我委员六个组在遮吼，应该大家拢知吼，看遮后壁看会着个吼，台中州、台南州、高雄州、宜兰州、台北州，啊，甲新竹州，吼、哦，遮个新竹州吼，从日本时代划分差不多。过来，2009年诶，4月13日，美国联邦法院，也就是美国高等法院判过来，本土台湾赢。啊，赢咧！伊破过这五条吼，头一条是讲64年来啊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的，哦，即摆已经70年啊。第二条破过讲，本土台湾人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，伊就是要甲你讲，你无政府啦，所以台湾人无政府，有吼，伊要甲你讲，中华民国毋是你的政府，因是合法的吼。第三条破过讲，本土台湾人如今啊生活伫咧政治内阁。敢若袂输伫咧地界安尼吼，各位，咱敢有感觉咱即摆生活伫咧地界，敢有？没有吼，对啊。所以台湾人，这是美国昨天我哩看过来咧。其实吼，我来讲吼，台湾人吼，过去日子好过，啊，一日愈来愈歹过，哪来渐渐，慢慢啊歹过，有感觉？哦，因为台湾人个性吼袂反吼，台湾人个即个民族情吼，个性吼，从一般个外口人拢袂反，绝对袂反所在吼，真勤俭、真骨力、真朴实、真古意，但是佫真论命，吼、哦，臭袂死。所以较艰苦个，袂啊，还好啊。我伫遮举个例子吼，过去李小莲吼，捌讲过一句话吼，叫做“温水煮青蛙”，捌听过无？绝对人捌听过。但是唔知意思，伊咧讲个意思，至少是讲一半尔。其实温水煮青蛙吼，我举个例子吼，有一挂科学家用一个实验吼，用一口大口鼎，啊内底放一挂水，吼啊，甲青蛙吼，迄几啊等几只伫内底，迄青蛙袂歹咧，内底有水个，伊会讲想讲想啊，又好知，有水好想吼。但是即科学家会伫下鼎下底吼，甲行火。慢慢啊去，当个温度慢慢来，到23度、30度时，这青蛙煞真欢喜，都去嘛袂歹啊。即摆变做温水游泳池呢，是吼，乌水腰在底下，伊无想要走啦吼。当个温度愈来愈悬，来到六七十度时，敢若有够热哦。迄青蛙试一下看下讲，我还可以忍受，跟大人一块。一日，我咧卖讲伤久吼，讲7年前对啦。7年前的生活，甲今仔日差有侪无？其实这7年差上侪，卖就即种这7年差介侪，足侪变化。我举个例子吼，7年前较早有乌多人翘伊吼，伫这7年内吼，乌多人翘伊，有足侪囡仔拢穿乌西装好无？去参加公祭，过了千名，啊百几万名。足恐怖，这啥意思？万一拢他交给乌道个，咱即摆交给白人共款意思啊。但这是伊个传统，过去老蒋个时代，伫上海就交给乌道个嘛，叫做上海皇帝大学生，差不多是一脉的传承，黑道治国。所以台湾人不知不觉吼，当个温度一直加，会愈来愈烧嘛，60度、70度、80多度。这青蛙发觉讲唔对呢，骨骼会一群人啊，这若无走吼，会死。但是伊想要走伊个袂有啊，这叫做温水煮青蛙啦，参台湾人同款，足有名，超会
开始啊，所以姐啊，你讲无感觉，我讲吼，我咧摇啦吼，你平时可能较少咧看新闻，我摇你拢咧看八点档，亲情卖计较，夜市人生对哇，对吼。其实呐，真侪人吼，这是国民党诶愚民政策教育，教育咱台湾人。卖插上多，卖插政治吼。比如讲，过去二二八以后啊，台湾的精英共开始真多啊。那我细汉时阵，若咧讲一寡社会代志，吼，是大人足紧张的。若讲一句话，囝仔人有依无随，嘛有白讲。这个是去讲大家惊啊，啊，过来去实施白色恐怖，白色恐怖真正有够恐怖。在台湾实施38年跟56天的56，38年又56天的，结果呢违法吼，所以这个温水煮青蛙了。台湾如今的生活在政治内讧，这是反映美国国内反映判过来吼。那第四条破坏了美国行政单位吼，它的行政单位要自动协助原告，就是咱本土台湾人吼。第五条破坏就是讲台湾目前还搁在咧美国的军事监狱当中。就是迄台湾中有一座六千，就是迄吼。但系这五条详细解释吼，台湾有几件？那过去年呢，2010年吼，咱台湾就伫美国华盛顿 DC 一间四季酒店举行一个庆祝的酒会啊。要甲全世界人讲，台湾人已经清醒啊，有成立一个台湾民政府吼，要来执政权。当然，伫遐庆祝时，美国人啊送台湾这张牛图，伊讲吼。委托台湾人提倒来中央，给咱的林志兴秘书长。伊讲这张牛图来提倒来，林志兴伊就知影啥物意思。这张牛图呢，正面这吼，这号在二重桥，那伫这边行过，后壁足宽足水的，就是日本天皇的皇宫啦。哦，我去年12月去，还是足宽，我行足远的。今年啊。咱12月，咱嘛阁有足侪东西会过。咱每年拢会过，因为12月23是日本天皇的生日，咱会去遐祝寿。啊，阁建国神社参拜，参拜当时咱台湾人啊，咱本土台湾人，迄阵就是在日本兵啊。伫1945年的4月初1以后，哦，因为日本直接实施宪法，实施宪法了后，咱台湾啊就已经成为日本永远不可分离的领土啊。袂使分离个吼，所以迄阵台湾就有参战权，有参战权啦。所以迄阵台湾超过20万个迄个移除遣返证啦。啊，本土台湾人吼有20万人去做兵，但是移除遣返证真个真严重吼，所以死亡有39100个，迄是日本的建国神社。当然啦，日本国人就是去日本的国土，尤其是吼。你顶摆捌讲过吼，你讲日本是台湾人的母国，对无？最近啊，最近其实足侪代志拢一直在发生吼。所以只要你日本迄个天皇的皇居吼，二重桥，啊，这边恁是奥巴马，伊就是要甲你讲，其实这两条路，它拄只迄个旗啊，台湾就迄个旗啊，同款意思，叫做日苏美战吼。你甲伊讲，即个土地上日本天皇的，啊，上个是美国的占领的吼。过来吼，咱要来解释拄只破坏迄五条吼。头一条讲，本64年来啊，本土台湾人是无国籍的，国籍吼，这国籍化吼，全世界人权宣言第15条之二，国家真清楚，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国籍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国籍的权利。所以，但是国籍的变更啊，要符合下面三个原则哦。第一，一定要意愿；第二，主观；第三，合法。什么叫做意愿呢？全世界有几落百个国家吼，全世界人民拢会当自由。我想要做多一个国家的人，拢会使。我想要做非洲人，嘛会使；我要做韩国人，嘛会使；要做中国人，嘛会使；要做日本人，要做美国人，通通可以。但是一定要符合这三个原则哦。第一个叫意愿，好。假设我想要做美国人好了吼，好，我一定要改会习惯，吼，这个叫意愿。第二，主观，我一定要去摕着办美国的迄个证件，比
譬如我想要做美国人了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去摕到美国的绿卡。哦，啊，当我摕到绿卡了，就开始算了。五年来，我个人啊，一定爱伫美国待满两年半。哦，三天五天加加来五年来，一定要待满两年半，我就符合美国的法律。哦，就可以到美国的法院去就抓。哦，啊，留下科技啊，企业。哦，我想要做美国人，安尼就合法变成美国公民了。哦。那伫遮呢？我要讲议员甲主管吼，我拄则讲的，伫1945年之前，咱台湾外是大人，因拢是日本国家的人，为何生的我煞变中国人？因为我去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我的国籍。哦，像阮爸爸妈妈时代，伊是大日本帝国是日本国籍的，啊生我，嘿，迄阵日本战败，台湾啊。麦克阿瑟将军委托蒋介石暂时托管台湾，叫阮老蒋诶，伫1946年正月十二，伊违法做一件代志，伊发一道行政命令，甲咱台湾骗，讲恁大家拢来领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。一夕之间啊，当然是600万的台湾人哦，台湾变成中国人啊，哦，啊所以这是违法的，伊完全拢无问咱的祖先哦，有想要做中国人无？啊，有自我家己来办无？拢无，伊用行政命令强迫的方式，所以伊即号叫严重违反国际法。啊，过去最近死迄个美国的律师有甲伊讲，伊讲这嘛很严重违反美国的法令啦吼。所以这边，咱2009年4月17日，美国联邦法院就已经判过了，但是为何就是拖了五年？所以咱伫咧今年吼，咱感觉美国人动作上慢。伫今年的2月28日，佫重新佫再一摆，佫中华民国，就是佫违反国际法啦。即报纸报输的，中华民国报纸报输的吼。所以迄阵伊拢无共咱做先吼，靠做中国人来甲咱改吼。咱第二条的判决咧，就是讲本土台湾人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，大家知？咱伫遮六七十年啊，七十年政府是啥物人？中华民国嘛吼，中华民国吼，大家看吼，中华民国伫1912年，哦，即个吼在五排啊，即中国吼历代若被推翻，中国都嘛做即个五排伫南京吼，即嘛伫南京迄边吼。先元啊，1912年，大家拢知孙文啊，孙中山吼，孙逸仙，伊是伫推翻满清政府，成立了中华民国，即个嘛吼。却是在1949年啊，民国38年，1949年国共内战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消灭，所以对1949年以后就无中华民国。诶、欸，啊，咱伫台湾内中华民国，而且70年拢讲咱的政府，所以美国国内反而判决，恁无国际社会承认政府，即个中华民国人无承认，包括老蒋的蒋介石伫过当年啊1950年的正月13日，伫玉门山吼，伊走路来台北，伫玉门山伊家己讲的吼，我们中华民国啊，到去年1949年不，1949年，宗教随着大陆的沦陷而已经灭亡了，我们今天都已成为亡国之民了。伊咧甲伊个伫中国走来伊个国华国，假讲咱拢死个，咱拢无中华民国，吼、哦，所以美国国咧反而判过来。老蒋的只吼，国白贼啦，因咧传承来，拢共款。老蒋的阿哥啊，一直传来，国民党的吼，我甲人骗吼。包括今仔面子党嘛共款吼，作主的，等下恁看就知啊。其实啊，正中华民国国旗吼是五条啊，横的有五条，或者五色旗，因当然是中华民国建国时就是安尼五色嘛，五色旗的，或者汉满蒙威战五族共和国。尾个，即摆即支是假个，即是海军军旗哦。所以第二条判是安尼，啊第三条判法嘞，伊讲啊，本土台湾人如今嘛生活伫咧政治联盟，即个我倒来讲，听着知吼，生活咧政治联盟较地个吼。即举个例子吼，就是讲选举制度啊无合理，啊选输选赢大家都有钱分。美国国际法院判法讲，全世界无人安尼设计啦，即是咧食人民，是咧欺骗人民个。你压榨人民的血汗钱吼，我有几个意思吼，就是南越恶斗这20年来上严重吼，南越恶斗，但伊这三个月制度外，你
一堆了哦，选赢选输一票300块会当分倒转来。如果这份红烧猪是乱七八糟，哎，人要去国民党叫卖选伊个选好无？啊，李登辉无讲一句话，伊讲啊，迄为着迄个，只有这一票300块的代志啊。你若想吼，顶一届总统选举吼，13年的吼，即摆又选14年的，应该选袂着也袂选啦吼，今年就要离开啊。这摆有嘞，得票率是689万票，啊，一票300块，偌济？2亿外，卖今年2亿外呢？选总统好台无？啊，卖又是选一摆呢？伊选2摆总统呢？啊，2摆台北市长，台北市长咧普通台湾2000几万，啊，2摆好5000万，啊，这伊选是4摆会选举啊，2摆市长，2摆总统，伊就这条就分5亿外啦。吼、哦，啊，选赢选输拢有钱分嘛，选赢选输嘛，伊输头80万票。所以伊会当领一个8000几万，那宋楚瑜1000多万，嘛袂歹啊，1000多万四年嘛要开嘛，无我开，规个伊遐简单来开完吼，啊，即马要算啊，要去分啊，哦，这是个人的吼，那政党票，一票是50块，50块，长的4年，等于一票200块，姐，你捌投票无？捌投票，你一定捌的啦，啊，你平时有咧做政治无？无，我知。即代讲阿公买只政治，买头讲，阿要投票先走头一个。诶，其实政治是简单啦，政治就是咧管理众人的事情啦。哦，你咧生活就是咧用政治管啦，啊你无啥政治，你就是白白讲骗人仔吼。美国昨天我哩破坏讲全世界嘛无人咧失去，选赢选输，大家都有奖分。你政党票一票都200块哦，所以顶一届总统选举的话。中国国民党伊会当领11亿7000几万呢，有钱无？过来嘞，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伊嘛领9亿外，啊台联嘞领2亿3000几万，亲民党嘞1亿4000几万，新党、绿党、党，各位，你敢知伫这中华民国架构下骹总共有几个党？有几个党？我知你唔知啦，啊？200几吼？啊，人又10多个，啊，又50几个，268个以上，足侪党咱捌听过吼。即落要创啥？咧避税啊，避税用个，咧节税用个，啊，选举时吼，崩塌，你看有好谈无？只有咧政治内幕啦，就是咱去当一票，咱就爱摕230号迄挂选举个人分个。啊，这是第二个问题，啥？这是其中一环尔，足多啊，足多举例哦。这美国规定我哩判决第三条，那第四条嘞，美国判决哦，美国规定我哩判讲，伊个行政单位哦，行政部门哦，要自动协助原告。所以嘞，这张相片是去年9月17日，咱台湾就伫台北，伊个世贸边啊有一个国际会议厅，咱伫遐开年度大会哦，侪人无。即、这个美国，即两个拢美国官员哦，较老的即个号做斯卡特，伊是美国前司法部的检察副总长哦，算真大。当伊落任了哦，经过奥巴马的任命，经过美国国会通过，任命伊去处理美国海外代志。所以，伊来法院判决哦，美国行政部门必须要自动协助原告哦，所以伊来帮助咱台湾，就是正确，因为。美国啊，是三权分立国家，伊司法是独立的哦，他司法独立，伊司法伊判决落了哦，行政单位必须爱执行，包括军方嘛同款。第五条判决是讲，台湾目前还佫伫咧美国军事战略当中，在美国国内我哩讲，台湾并无看到美军啊，袂使哦，你讲委托老蒋啊老少去掠台湾人来做兵，叫做严重违反战争法，违反国际法了，所以。因为军方必须要派兵来台湾，所以呢，美国军事政府我拄则讲过吼 ，USMG 代表美国军事政府已经成立啦，成立一个 TCG， 哦 ，TCG 就是台湾人民政府，哦，要来接政权。那美国这个军事政府呢，伊嘛依据国际法律、战争法、万国公约哦，尤其是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内底写啊真清楚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的。第二条 B、第四条 B、第二条、三条 A 写得足清楚，
咱美国上来咧起啊，同款叫做日苏美战，这个土地也属于日本天皇的，属于美国国土政府占领吼，真简单吼，干那依法依理就好啊。但是你若想用美国国土政府依他所依据的法令吼，跟林志深秘书长啊所讲的、所读的拢一模一样嘞，国际法律啊，吼、哦，拢同款吼。过来，2009年4月1日，美国国际法院破案了，其实啊，当时有三个单位咧进行这件代志。第一咧，就是美国支持咱本土台湾人赶紧训练4000名的官员，他后来接台湾政权。各位，恁敢知影为什么美国要求咱4000名？因为当初时啊，1945年日本战败了后，等于伊伫中国带1000名政府官来台湾。来换换这个政权，当初是台湾人口600万人口，那美国人真简单，当初600万，啊，今麦头2400万，差不多4倍嘛，用安尼无恁训练4000个官员啊，对不？4000个就是安尼来，但是4000个哦，其实，咱这4、5年来吼，不管透风落雨，不管过年过节，每礼拜就是像安尼，唔捌休息过，所以一直在训练，一直在训练，4000个官员，其实。对吧？咱即卖已经符合美国的要求，随时可以接掌政权。但是为何要继续训练啊？你敢知？因为啊，其实迄是美国用算的吼，4倍嘛，4000名。但是咱如果现在接种完了后，有足侪单位吼要报告伊是还阁无够。哦，啊，过来有一寡较老辈吼，爱台湾，一开始拢老辈啊，对少年仔都不爱相信。嘿，因为少年仔拢国民党骗啊，惯死啊，伊想哪有可能？所以一寡老伯，伊奋斗几落年啊，拼几落年，即摆接种了后变喏，当然嘛是做外久就想要退休啊，啊退休就是咱少年去开搏，哦啊所以吼，即摆吼足欠少年的，恁兜若有厝边隔壁亲戚朋友若少年吼，赶紧甲讲，其实机会伫咧无啊，咱一直训练到接种迄天，啊当时要接种足紧，哦这就是机会吼，对你的。对，咱就是美国籍那边，哦，伫美国啊，大家在美国福利足好个，所以足多人想要成为美国公民。所以有伫美国有54种哦，54种非法居留在美国，哦，啊这边美国个讲，这54种非法居留在美国了，通通出来，我给你们机会，让你们提前效忠美军。如果一个人来做兵啊，退伍了后，恁倒几机会，都可以跳过拿绿卡的程序哦。直接成为美国公民，美国人报道，美国人建国200多年来头一摆发得大，因为伊必须要照国际法去执行，尤其是伊美国伊的司法院判决了了，他军方一定要急着去执行，所以他很急着这边哦。伊讲啊，对35岁以上哦以下啊18岁以上，不管查甫查某拢会当来做兵，做美国兵哦，提前效忠美军。但是至少爱咱个这两种语言吼，第一就是爱英文个啦，啊第二呢，至少吼至少要会听国语跟粤语。各位，国语知影吼，我们在讲国语，讲国语是台湾啦。如果这种话吼，在中国那边他们叫做普通话或是北京话，所以这些啊，美国征兵的对象啊，就是要来台湾做兵个，哦，做清楚吼。过来嘞，第三就是美国安排中国国民党甲共产党和解，啊，赶紧建设金门、马祖甲平潭岛吼。平潭离离新竹吼，上近68海里尔，啊，若换算为公里吼，差不多80公里，才加人到新竹安尼。哦，平潭离新竹足近的吼。过来的吼，2010年的6月份吼，你看这。福州的新闻都有看吼，哦，迄只新闻拢报吼，美国啊安排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和解，啊，当时在迄个时阵呢，马英九是伫跟中国签订一个法，哦，即个马英九一向前面吼，伊去签订一个法，啊，迄阵吼，既然中国国民党甲共产党甲和解啊，所以伫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军去参中国的国军哦和解饮烧酒。哦，兄弟，我们都是中国军，因为伊拢中国人嘛，
欸，国共内战到即摆还未解决呢，啊为何？因为美国人要叫伫台湾的中国人转转中国，但是1949年国共内战，因的混乱到即摆还未处理，还未解决，所以若要叫台湾的中国人转，会还够台啦，所以先安排因遐遐好解，啊好解了后，赶紧建设金门码头甲平安岛，好，你就要转去，原因就是安尼吼。所以这五六年来吼，六年来一直咧建进行吼。过来咧，2012年哦，福州的新闻，美国、中国安排 ROC 就是中华民国吼，越南人回归中国福建平南岛，啊两岸共同管理。而且呢，这六年来吼，足侪台湾人唔知，听到两岸共同管理哦，啊爽到要死，就好，后摆咱会当来管中国呢。平安岛哦，伊即摆正在开完哦，这就是机会，所以台商真侪变平安岛。其实台商拢误会，这个是台湾海峡，平安就是伫遮，阿妈祖是关键，啊金门伫遮，离新竹68海里尔。因为中国人迄阵胡锦涛咧做国家主席，伊知影这个代志，知影台湾人已经过赢，所以伫台湾的中国人哦，有超过300万人哦，超过300万人会倒去金门妈祖。啊，金门妈祖带袂落咧，啊，带袂落边哦，带袂落势必伊兄弟仔嘛，啊，无好解嘛，势必会中国跑啊走嘛。啊，其实哦，如今的共产党哦，足惊国民党诶，你敢想无？足惊国民党迄支嘴。假设金门妈祖若带袂落，伊是倒中国跑啊走，啊，一个所在带一个国民党就好啦，差不多3个月啊，强啊就搁淹倒啊，一定甲西人嘛，迄百姓遐讲，嘿，啊遐无船，遐搁咧共产。你有看人台湾民主才好过，甲变做，所以当一个胡锦涛也知影这代志，所以呢，想一个办法讲，啊无安尼，甲倒个种平潭岛上面，哦，按照你们金门跟马祖哦，我们两岸来共同管理平潭岛，但台湾并不知影是金门马祖甲中国是两岸的，因为是台湾甲中国两岸的，所以讲做个台商讲去啊投资哦，咱即摆看平潭岛的迄个一块影片哦。平潭简称澜，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突出部，由126个岛屿和702座岩礁组成，全区陆域总面积392.95平方公里，主岛海南岛面积324.13平方公里，总人口40万人。特殊的地理区位和独特的海岛自然资源，为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发建设、开展两岸交流合作先行先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地理区位特殊，平潭东临台湾海峡，与台湾新竹仅距68海里，是大陆去台湾最近的区域。随着平潭至台湾海上快速客运航线的开通，这里成为两岸往来便捷通道。这个海峡吼，走台湾干的，走五年。交通条件便利，平潭海峡大桥和福清渝溪至平潭高速公路建成通车，彻底改变了平潭连接大陆、依靠渡轮交通的历史。开发潜力较大，平潭主岛海潭岛地形地貌以丘陵平原为主，可建设用地面积近160平方公里。作为待开发的海岛，建设发展空间较大，有利于高起点规划、高标准建设。旅游资源丰富，平潭拥有数十公里的优质海滨沙滩和独特的海蚀景观地貌，这里生态环境优美，年平均气温19.6摄氏度，常年空气质量达到1级，有利于打造生态宜居的旅游休闲度假区。与台湾交往密切，平潭与台湾两地交往历史悠久，两地民间商贸文化交流密切。平潭是大陆最早设立台文停泊点和开展对台小额贸易的地区之一。随着两岸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和拓展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前沿平台作用将进一步凸显。海西春潮涌，东海升旗临。福建省委省政府按照高起点高标准的总体要求，科学谋划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建设蓝图。
国务院正式批复的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明确提出，在平潭开展两岸区域合作综合实验，积极探索共同规划、共同开发、共同经营、共同管理、共同受益的两岸合作新模式，努力把平潭建设成为两岸同胞合作建设先行先试、科学发展的共同家园。即中国人咧讲话吼，咱咧足注意听哦，吼、哦，伊咧讲有个共同哦，讲啊足好听，来其实拢有影，哦，共同，台商应该，咱台湾，台商中国台商应该超过三四百万人哦，足侪有这个血泪的教训哦，伊拢甲你讲啊真好听，哦来来来，哦来，迄神主会甲你接来，去机场甲你接，啊来哦，土地互你买，做一甲土落甲开落，等起落时哦，就差不多够接去啦，哦。啊！伊咧讲，伊有讲一句话，你有注意听无？伊讲哦，两岸共同管理吼，啊，先行先试有无？其实伊又含伊个，伊个那翻成台语吼，或者先行先试，有无？先行先试，先行先试啊！哦，啊，所以足侪台湾人台商唔知吼，拢去遐个投资，啊，投资了吼，才去互食去，啊，遐伫遐伫平台讲食去，啊，转来台中咧抗议。台南都有咧抗议哦，足注意个吼，皆是恁听无嘛吼。咱要来看一个抗议个影片哦，台中去年六月份。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，受害台商表示，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、共同经营、共同开发，最后共同共享，其实是骗人的，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，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，因为平潭县平他每次都是破一个大饼，然后设下一个陷阱，然后哦让人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，台商一进去以后，他就瓮中捉鳖了，开始宰你们了。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，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。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，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，中共的这些哦这些伎俩呢，我们已经看透了。中共就是这样，每次就是他如果华丽赢你的，哎，他就依法办；华丽输你了，他就抢劫霸占。司法在于中国大陆，简直只是作为他的诈骗的一个工具，这根本就没有。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，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，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。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，这白纸黑字，赌足罪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那我不说，他们说没有，我也没办法。是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，他说没有就没有。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、高雄两地游行，要用血泪教训，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。新唐亚太电视陈天喜、赵阳，台湾台中采访报道。好。即台商去遐受害，啊，当下才讲伊其实无啊。啊，你若想着遐民间受害者家己遐讲，迄种法度，照你讲吼，即、这个伫台湾咧华政权即个流氓组织啊，伊就是最大的诈骗集团啦，伊就是帮凶嘛。我照你讲，即落伊若如果讲话咧政府，伊遐政府遐出面啊，对无？啊，对人民设想才对。啊，吼，受害台商家己遐讲伊。啊！来台商话钱也有影，台湾人去互骗，惊。台商去中国几十年来，都毋是大部分啊，足侪人受害者啦，包括足较大间嘛，同款啊。包括当然是上大间一间，互咧做鞋仔保险，伊伫遐趁真侪钱，但是摕袂得啦。只要趁钱，伊先开始有无？中国足大型个抗议，就是官方煽动民众，甲保险抗议，计工资
基工夫，你叫伊赚的钱拢吐落倒来，伊就无赚袂着钱啊吼。所以你也是平潭大学，你来看吼，福州啊，即福州，拄只我讲迄个海城吼，走大条港已经走五年啊，169公里尔尔吼，差不多2.5点就到位啊，啊来回就要6800，哦，若有闲个，咱去遐看觅，开真水吼。过去中国个土著客吼，拢对只对只啊走来新竹，伊个土著客拢先走来平潭，啊平潭伊是咧上分，啊所以新竹伊人只通宵吼。通宵才有四支火力发电厂哦，伊拢连伊四支，啊，他往大一丝仔冲的上分，迄个地标吼。咱两年前呢，因知影时间到啊，准备要转去啊，敢若一台船要来撤退无够，所以佫开放一条航线，叫做利纳轮走台北港，即两台船拢做偌大吼。即台即个海峡吼，一摆会当载300几台轿车，啊800人。啊，如果若敢载迄个巴士游览车吼，会当载40几台了。诶，台湾甲平潭2.5点尔，哪有遐侪观光客？迄一天走足侪船嘞。这两台船就是因全部做伙船啦，包括你那两万两块，或者走巴黎的台北港。即马也未做伙，但是因拢有咧载观光客，加减载。啊，即几个月就用会着啊，一天可能爱走足侪船。伊台湾足侪台湾中国人拢，伊拢知影，伊拢船拢要转去吼。包括今年的总统选举怪怪吼，足侪人感觉有足奇怪吼，怪到真怪，硬硬搁要搬一出来，要叫黄小柱来啊，来外省人要去啊，哈哈。哎，过来吼，有足侪的证明，证明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权啊，伊要离开台湾，这种新闻拢媒体报的吼，我是甲实际做伙的尔吼。你啊看，看这车牌就好啊，这车牌应该恁兜拢有啦吼。这车牌有写台湾市有无？啊，台北市有写台北市，啊，来高雄有写高雄市。但是伫咧2009年4月就是美国国内法律破灭了后，已经知影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。没有中华民国，哪来的台湾省、台北市、高雄市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这个车牌就袂使去发啦。啊，袂使发变安怎？有台湾省袂使发的，我是想啊，台湾省不见了吼，袂见吼。六年前都袂使发啦，发这种诶，啊，这种车牌吼，伊内底吼，乌托邦甲拖拉机吼有38000多，一模一样诶。假设有一套1668N2诶，挂伫拖拉机诶，嘛有一套1668N2诶，挂伫乌托邦，所以吼，常常有这种纠纷啊，层出不穷。我伫咧两个月前吼，伫新竹，我夜间新闻有报吼。伫新竹有一个逆向停到接到张红单，超速120公里，啊，记者你啊好讲你啊，用啊我奇怪我唔敢去高雄诶，啊我一台乌单遮烂，你看敢有可能吹到120公里？高雄一台拖拉机超速，带乌单诶，啊若无落拖拉机超载嘛叫乌单诶，啊乌单穿红灯叫拖拉机，吼乱来说这，照我啊层出不穷，常常咧乱吼。那伫咧2年半前，伊是知影时间。到台湾面就传好啊，美军嘛拢离开，所以因随时就爱去走路一摆，爱去转中国啊。所以呢，赶紧用台湾人的钱哦，去做这个车牌。开放利纳轮迄差不多时间哦，用咱的钱去做这个车牌，有无？近2年半哦，所以你也先排到这种的，看有无？较长有无？啊，有3年零2厘，哦，重点不是3年零2厘啦，重点嘛不是较长较短。重点是下底有3粒棉花啊，有看无？有人无看即个3粒棉花车牌无？无注意啊吼！等下下回看停车场绝对有，即3种车牌拢有。因为伊用咱的钱去做即个车牌是以后啊，左边甲右边即两有差浅蓝色有无？啊，这是纳豆做的哦。啊，中间也是扑倒起来立体的，啊，无差颜色。代表啥？你知无？倒边这粒的代表金门，正边这粒代表马祖，那中呢代表福建省平潭岛啦。啊，中华民国不是讲因的国花是梅花嘛吼？那啊，中华嘞一粒星，所以你若放大看，你若去电影当面个看，你就知外号是梅花，外号梅花啊，中一粒中共五星级的星星，国共一家亲啊。这无意外啦，6年外前就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啦、啊，对不？
所以我即摆把这个车牌印起来，我甲印安尼起来，互恁大家队友知哦，安尼有无？安尼有无？安尼啊，甲印起来有无？我去对吼，是毋是倒停止代表金门？金门较我过嘛吼？那正停止代表马祖，较我过啊嘛吼？中是平潭岛，较我新竹。假设今仔日平潭毋是伫遮，假设若伫马祖的饭店哦，即个杯就是饭店啊。都简单嘞吼，啊，大家拢唔知嘞，无人知，这是因的秘密。啊，你来看吼，为什么金门马祖特别颜色不一样？因为中华民国国民党这个流氓政权、流氓组织啊，因所管辖的土地就只剩下金门跟马祖了呀，所以特别做金门马祖特别做违法吼。过来嘞，咱来看下一张。这台湾人外口，这台在 BMW 吼，这一台几落百万的。啊，我看人台一台面对新车嘛，同款的。你有看出倒个外款无？有倒个外款无？有看到无？伊这车主是讲，哎呦，啊，这下底这三辆面粉在咧创啥呢？啊，佮左右这两辆是落倒落的，敢毋是要互人落空的？因为我一台车才贵呢，我若锁两支螺丝，惊嘿惊袂调，所以要落空落去。伫台湾的中国人啊，因的车若要登平潭，一定要领这个车牌才会当上船啊，真心蛮急，吼、哦。所以这车主甲咱两讲，